我先问一下，你们知道他的男神吗？有听说，因为他疑心病很重，尤其是他七月生日嘛，大概拉到前两个月，他做任何事，你知道，哎，老板来一下，他就会这样，对，什么什么，干嘛，甚至耶能提离职的时候是在六月，他觉得他整烫。这一次呢，就是老板的整人企划，就全权交给你们两位负责，有没有信心？有，老板，对不起，有，不要怕，因为钟浩哥，没有，他知道是拍片，那就没问题，对不对？为了影片效果，1、2、3，加！把大家召集在小房间，因为我跟大头佛想到一个要来整老板的企划，因为最近老板很喜欢跑步，对，那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那个？来，我给你们看。就是100个人，然后追着那个人，真的跑出来。对，我们就安排大概20个人，再加上我们工作室自己的人，然后我们就假扮成黑衣人。我们黑衣人跑就算了，我们手上就拿那个充气铁锤。男人就是不对海攻击，孕妇人身攻分啊。然后就是他跑到一半的时候，大头佛就跑出来，就跟他说，比如说你只要跑到一个哪个定点就没事，这时候他就看到后面一群就追出来。而且大头佛提议，因为我们一定会打到嘛，那只要打到就要老板捐钱。我觉得这次一定会成功，一定会成功。我只是怕被老板打而已。然后因为我们大家都跑比较慢，我们就躲在旁边，比如说每10公尺就埋伏个2个人，然后我们只要在旁边冲出来就好。啊，如果我们真的有打到，就那天真的有跑成，那有打到，好，这个影片才有用。啊，如果没有的话，就不需要。对，因为这样很丢脸。没有，我们今天是为了那个我们的年度整人企划在做餐餐。不是整人企划，没有这个啦，没有。那是什么？是老板的惊喜企划。我们自己拍企划几乎是没有在场刊的啦，好不好？真的很慎重。我刚看是觉得这一条的这个直线不错。跑步时间，这有什么好拍的？你就不要到时候10几万点阅。现在可以不用戴口罩了呢，所以全部都不剪接啊？不剪吧，但我觉得中间可以卡一下，因为这样都一样。我现在要躲好，不能被发现。然后我是第一个要冲出去拦住蔡阿嘎的人，然后跟他说：“欢迎来参加黑衣人慈善路跑大赛。”等我 Q 了以后，就会有一群黑衣人冲过去殴打他。想到那个画面就觉得很好笑。我现在要开始仔细观察他来了没。他根本就没有在跑。我要看摄影机，你拿着。多小啊！拿着，这是你的任务。愚人节啊！来帮你100根一下。什么？现在有很多人要打你。什么东西？我跟你讲，终点在前面，他就是他。Fuck!
快接，快！喂，干嘛？还有没有当事人？啊！你长出来！我们先问一下，你刚看到那么多人，刚刚还冲击，刚刚在回头。我跑不到哎，没有打到他，没有跑不到。你真的跑很快，对，跑了5公里还可以这么快，不简单嘞。今天礼拜六要还发加班费，没有没有没有，我们自愿的，我们自愿的，还有很多工读自愿的，那还要签劳保。健康万事如意，大家拢发大财啦，好不好？真啊真啊！第二个愿望啊，哎，那个大家都要减肥成功，好不好？好！好！第三个愿望，再生一个女儿。不是啊，讲出来就不准啦！哎呀！哎呀！假装吹，假装吹，假装吹啊！快好吹，吹到不是，剪片都没那么勤快，拿蛋糕就来，拿蛋糕就来。快点！终于整到了！哇，整到耶！三月整到第二次哦，要强调第二次，离职都整得到 ，OK 啦，那你屁事啊，滚啊，不要让我看到你，没看你们姐，蔡伟，不要让我看到你，哎，你要生日快乐，这是三月，这是三月，我该要填劳保对不对？对，我还要花钱请他们来整我这样，对，花你的钱，还好我的钱，哇，花2小时。这生日成本好高哦，很便宜，很便宜。要往哪里去填？前面，前面，前面。没有，我填什么填？带头再请他们填。哦。哎，他也生日答。他也生。啊，你生日怎么都没事？哦，你们提早帮我生过，然后另外再对对。能量全部留给贵人。也不是这个说法啦。